嘛，因为我们像这个命盘可以合的就有两个嘛，一个叫做天印，一个叫做三官。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讲第二个条件，叫做偏印过多嘛，对呀、啊。偏食过多啦，所以你卖过去输出其他问题，因为你如果把总和的问题进来以后，就搞不好不会去处理这两个哦。我们现在是以一项一项来探讨，因为这个命盘突然间有两个偏食过多，所以你就要再考虑其他因素嘛。我们先诊断它是生强生弱，只要是忌神的哈、哦，偏食过多绝对还好，好、哦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那变成那那个分嘛，哎、欸，那这省出来，它这两个十五分加七分才二十二分，所以这个偏印算不算是忌神，所以不一定爱哈，但是那要叫外口的老师偏印消印夺食，敢那一句话吼，就敢你惊死啊！伊是讲，哎、欸，外口是讲一粒就是叫消印夺食啊，啊，这个三粒敢不是叫做消印夺食？当然是啊。所以说三颗一本的三花盆结果叫三个齁去吃给偷了了。啊呢他现在才两花盆而已啊叫三个人手当然不够啊。好啊他就我们才在做分析，如果他真的齁、哦、赚钱用得很辛苦的话，也许齁偏印是要把它合掉一个。我们宁可把偏印合掉再加一个正印都没关系，就是修花这个。他们就是给多一斤白，喝一个，再多补一个，哎、欸，没关系啊。那如果，金，好，那如果以偏印的角度哈，好了，因为我们回归正点哈，如果要来合偏印，好了，纵然说要合偏印，那偏印要用什么来合？我们就开始找这个哪里是偏印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木？木。啊，那个地支呢？偏印在哪里？哦，是不是辰、戌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以看主气为主嘛，哈，好，那再来啊、哦，物，这个物哈，好，物要什么来合？物啊，物回，物要和回合化什么？合化火。好，再来用辰，辰的话，如果我们先考虑一下啊、哦，辰是合掉偏印，但是也会合掉正财。也会合掉三官，那正财跟三官是他的什么神？忌神。好，哦，安利白金，安利合也在，所以你可以用辰哈、哦。那辰可以用，寅卯辰，寅卯辰合嘛哈。好，那就半三合，申子辰流哈、哦，有没有？子辰加一个申，是不是连这个都合掉？所以可以用申，子已经有了嘛哈、哦，所以用申嘛哈。哦那生子辰合化什么？水。这个都知道哈。啊，文化不过也忌神呢。他的东西那么少。水又是他的忌神呢。啊。你读啊，读啊。生子辰的话啊，对呀。文化出来水是也忌神。所以是忌神了。就，那基本来讲，把可以用的都写出来，这个威嘛，啊。都要写下。对呀。啊，基本这虚是叫做按上面来合。三戊癸合化火，他的火是闲神，闲神嘛，怀金啊，因为他不多嘛，所以可以用啊。戊的话，哎，癸啊，基本是用癸哈。对吧？那癸跟他有没有关系？跟甲？没有。跟丙呢？没。跟他呢？跟没有关系。没嘞哈，哎，说自己哈，哎，真的是可以用。好，那辰。辰哈、哦，是不是用生？生子辰。好，有它的是生子辰，这是三金哈。它合化生是不是金？金。金是它的喜神嘛？那金已经有加五分了嘛？因为你用的是就是加五分，那就对了。那已经把七分变成十二分，但是他们生子辰合化以后变成哈、哦、是忌神，水嘛。啊，水就是不好，所以你可能没考虑哈，所以自己
那如果用五呢？五喜火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用火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冬天出生的。好，那火，引火聚合化火，对不对？哎，自己是不是可以用？啊，你起码你背加字，背这些字的时候，还要看它是不是空网。如果是用空网的字去合哈，啊，肯定弄不起来哈，因为都是空网嘛。但是它有没有？我们选这个五有没有空网？没有啊，好，没有空网，可以用哈。好，那刚刚哈，用生为什么没有必要？因为子辰本来就半山，它命盘已经解了啦。已经改了，你知道不？这是你半山河，所以讲你就无必要去用哈，用三合不对啊，改，因为一命中的它有缺点，都已经有优点来把它涵盖了，所以说你不用哈，这一组就不用考虑了哈。潘老师，火克加遐济，按如果今年佫变水呢，安尼你就增加佫加一个啦。对啊，啊，但即马是，我们是全部在考量它的本命，不考量大运跟流年。你如果是要考虑到大运流年是特别，这个客户有要求说，我这整年那才衰，啊，你再来扣入耶大运区块啊，那就是等于我们在这个讲义里面的第七八项哈，等于讲大运跟流年哈。那我们现在是以本命的主结构来分析而已哈。好，我们最后一项死就会看到这个啦。命中有太多的合克冲哈，表示你还是有相当偏偏的啦。我不相信你们在座两位教授都懂。这个要背什么？我知道说命中有太多的克冲，命就不好。阿哥来。然后呢，合出来又不能落入空网。那不要合到有忌神的，那怎么来？对啊，那个写个命盘，叫教授这个分析一下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我今麦就阿伟讲说，我调这个公文，用三合三会去公给你嘛。两会啊。对啊。那找他不能用的那个就不要用了，所以这个地方来用，你把它加给死定了。好，我再把整个原理讲一次。第一个，八字有过多的正神，就是今天过多的正神就是等于有没有比肩啊，食神、正财这些正神，如果有三颗以上，我们就要用合啦。那合的状态有天干五合嘛，甲己啦、乙庚、丙辛、丁壬、戊癸这种合法。那地支的话就用所谓的三合啦，或三会嘛，那三会就是等于这个是一组的嘛。所以说这题占八字课在前几节就是在讲这一些行冲格，如果那时候的基础不好，真的现在就很难过了，因为你工厂几乎都调不了，他们在工黑是就是基础，那我们刚好基础我们讲的很少，因为我们当对我们当成大家都是老师哈，我们讲的很快。那三会接着是就是三会，啊，这里三个叫三会，就是三会啊，这三会嘛。好，那什么叫做三合？三合就是差四个，对不对？生死辰嘛，好，这三合嘛，好啊，巳酉丑嘛，好，巳酉丑这三合嘛。那如果巳跟酉呢，叫什么？半三合，半三合，因为两个而已嘛。但是那巳跟丑呢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是巳跟酉有啊，然后酉跟丑才有，那个就没有了。对。所以跳开的就没有，那亥卯未对吧？亥卯未，安尼是三合嘛？那你亥跟卯就有了。亥卯有，卯未也有。亥未没有。当你在命盘上需要用到，是有一个未需要的，你就可以找卯就好。或者是亥，或者亥卯未是，亥卯跟卯未啦。卯未有，亥没有。亥宫嘛，亥有，亥宫嘛。啊，那这种没有办法合起来，都是忌神，你就要用。的嘛，横排叫做什么？横排叫做六，寅亥哈，卯戌啦，辰酉啦，巳申啦，午未啦，就是六合啊。大概解法就是这样而已啊。会了，搞清楚了。差这一关。差点心了，这一关。但是要说，啊，天干地支都有对不对？还光找地支？不啦，天干是用甲己啊。
用这一排啊，这五合天干是五合，这五合，啊，这个就要用三种嘛，刚刚有讲嘛，不是三种，就是首先找三会嘛，然后再找三种嘛，然后再找半三合嘛，然后再找六合啦。如果有三会，什么叫有三会？这个是。这个是橙哈，比如说这是橙跟，有橙跟毛，对不对？这里是橙哦，这里是毛，差一个字就变三会，是哪一个字？啊，寅嘛，寅卯辰就是三会嘛，三会啦。所以说你在发现命盘的时候，你要去注意说，他们这四柱的关系里面有没有机会成为三会的关系，有没有机会成为三合的关系，有没有机会成为半三合的关系，有没有机会成为六合的关系，就只有四种，一二三四，天干只有五合一种，但是但是合的部分有三个，四个机会，四个办法可以。啊，这个是六合。哎呀，文字，看这样文字，我要白秒了。八十六十年文字，大概有这种力量。对对对，三分是三分就行。对不对？那算分数来也白了。啊，就剩二十万，那也白了。你来公面分数哈，那大是大概啦，你公面定分数也很难定啊。只要是天干哈，只要你加一个天干呐。比如说你可以刚才和甲己 你用己对不对，因为甲己合嘛，你用一个己，如果是他是甲要来的话，用一个己就是加五分啦、啊那是地支哈、哦、一样就是要以五二一下去入嘛，因为地支毕竟是八分对不对，但是他这个辰的话他的戊是五分嘛，那乙是两分嘛，癸是一分，你再分开去加啦，感官跟他呢一般的计算分数是一样的啦。那我的意思是后面的要通通合掉吗？还是会有保留？什么合掉？你这如果说不以回是不是？一个一样不以回对不对？不没有，你合掉，你如果用地支来合，就是一次就是合三个了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它是暗藏这三个，所以你如果是用辰酉合来讲，用六合对不对？对。辰跟酉是不是六合？对。那就等于把这三个都合掉了。啊，所以我说还要考虑一下，这个第一个一定是忌神，你才要去合它嘛。喜神你就不要合。但是这个也许是喜神，这个也许也是喜神。那就可能合掉了只有合掉一样是合掉五分呐、啊，但是你也把喜神的三分好合掉了。那合掉没有关系，因为你是要解决那个问题嘛。牺牲一点哈，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好也没有关系。快进点沙，你拿阿拉瓜多，有阿阿阿阿米优洛鲁啦。哎，那你用这地支吗？就哎，含金要含金的，含金他又进球了。哦，阿里公跟加几分，或者照我们的那个算法，只要合化的哈。如果说你用地支合东西，合掉一定是五分的，搞不好这两个也是忌神，等于合八分的，等于加八分的。你用了一个地支就加八分，但是他们两个的合化，哈、哦，比如说三合哈，生子辰好了哈、哦，那你合掉以后，哪合化的哈、哦，再加哈、哦，我们就加1.3倍为原则了，我懂说你定位了，你那是八分对吧？那就乘1.3，生子辰就水的部分，生子辰喜合化。合化水嘛，那水还要再加1.3倍，六倍，八分的1.3倍。哎呀，八三二十四，八一的八加整一分对吗？好，那我们只讲两个案例，就是说他的八字里面有过多的正神，我们可能需要和他。那我们第二个案例也讲过了，八字中有两个以上的偏神，就是像这个嘛，这个叫做偏神。这个也是偏神，所以我们刚刚只是要来得偏印而已。那我们问他的结果说对嘛？哦，他先生搞不落，一定改下名堂了，点解研究要离婚了呢？吼，那就是等于三观克正官，因为三观过多，尤其是你命吼，打个东东就欠卡，欠卡，他歹听啦。啊，欠卡的表示能力很好，因为他想要做的都比先生还强。那如果他问他的结果对，他在跟我们论命的过程里面，真的他很会讲话。啊、然后一直立起来没拿，表示说真的三观过多了，太厉害了。他、啊、三观太厉害，我们就要合三观。好，我们再来找三观是哪一个出来？三观是哪一个？来，我们这里找三观呢？
这里有没有三观？没有。那这里有没有三观？有。为什么他只有两个三观会造成那么多分？是什么原因？因为单数嘛，他只知道鬼，一个字就八嘛，十六啊，八。他是在月令的关系啊，月令就特别多嘛。好，十六，十六，十六，啊，再一个吧，十六加八。那你要用天干来合也可以哦，或者要合地支也可以。你有两个方式，因为它只有一个暗场，你要合魁也可以，要合子也可以。好，那你现在再来思考一下，你要合的合出来的要是喜神最好。那我们先来合天干，魁要用什么？戊魁，用戊嘛哈，它都有共轨啊。戊是三什么？戊魁是合化火，合化火。戊它都有共轨，应该三有嘛哈。戊跟魁都可以用嘛哈。蛇化火嘛，那如果你不要用魁，你用你怕说你用戊下去有没有？哎，有啦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甲跟戊是不是冲到？哎，按那个，哎，我们考虑一下哈，变三角形了。那我们用子来试看看，子生子生，用生，因为子是可以用。生或者是辰哦，那生是几辰来继承？生金，金属金啊，可以用哈、哦。那辰呢？土，但是它有三个偏印呢，只是辰是它的偏印还是正印？那你们如果不懂，我们翻一下这一章里面的最后第二页好不好？讲义的第二页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庚日主的哈、哦。现在背不出来，背不起来是正常的哈，因为我们上课速度蛮快哈，我们至少要知道，好资料在哪里，呵呵回去慢慢查。你找这个庚日主的这个庚，第三层，哎，我们找辰是到底什么东西？辰，辰，阳，天运，不是阳土，今麦的关系是啥？天运的，辰是天运是。阿姨偏印本来三粒啊，你搁加结一条回，敢好？当然啦、啊，所以说这个外层层就不用用了嘛。所以你可以用的是生嘛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生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生是不是跟子辰？生子辰合化什么？合化水。水是不是已经二十三分？那本来的被改耶，水合掉，竟然又把水又加分了。所以这个水是不是也？不能用。那是不是？而且它是甲，一个甲乙给生呀。哦，对啊，这一轨现在都想最不如海，所以我们考虑了三四个字以后啊，是不是只有戊比较好用？那戊它的甲是什么？偏财，对不对？那戊是什么？戊是正印还是偏印？戊应该戊是偏印，又是偏印，对，那不行，偏印对。不偏印给他，偏印三年了，我们再加一颗就变四颗哦，那就不可以用。所以说这个三观哈、哦，就不能考虑用火哈、哦，不能考虑用火了，用那个呢？用什么？用什么？用合化的，不能用合的。那我们还有一种叫做用什么？泄的，用泄哈。那泄是要用什么？木来泄。那三观是要靠正财泄还是靠偏财？这个是正哦，这戊啊，这是戊，这正哦，它是三观对吧？三观是不是要靠偏财来写？所以说它本身就有偏财，其实都已经有在泄到它一颗正观的力量了，基本上能比对了，有没有？它是不是本来有一个偏财？它这三观两个，它已经有泄掉一个，泄掉一个至少已经少掉五至八分了嘛，剩下大概是八分，少十七八分左右吧，但是。他这种现象，我就说要问对方嘛，问这个女孩子说，你跟你先生的相处状况，他还是一直不满意哈、哦。当然我们还需要再来卸嘛哈、哦。但是我建议不一定要用偏财，用正财。为什么？虽然他是阳对啊，阴对阴或阳对阳，问题在五行里面哈、哦，他木确实是有泄水的力量，那他有已经有一个偏财，对不对？一样，你用一个正财。一样可以泄到水的力量，但是泄的比较少而已。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够有一个正当的职业，正财就代表正当的职业嘛。啊，偏财的时候，他搞准备投机嘛。好，我们可以用，用正财。这个是变化是在我们老师自己的观念问题嘛。那
不管是男孩女孩哈，只要这里分数哈低于五哈，低于低于五分以下，正天才都很好哈，那我还定了，甚至可以加一个天才一个正才。